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心动家 channel， 我是 Jessica。 华发官山水依家有低首期方案了，我们只需要首期80,000，你就可以拥有两房的单位，而且100,000出头就拥有三房和四房南北对流的单位，亦都是一些靓楼层20多楼的，景观非常之不错，每一个单位和每一间房望出去都是极靓的景，山景、别墅景、湖景和江景你都望到的，很神奇。具体方案怎么样，有什么靓单位可以选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即刻出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。依家我身处的位置就是我哋华发官山水实体楼依度。咁同大家讲翻咧，就系首先我第一套依个推介单位咧，系我哋两房单位22座嘅26楼02单位。哇，系咪好多嘅双数好靓咧？嗱，睇下景先，实体楼嚟噶。依个咧系即卖即收楼吓。咁我哋睇翻先，2602两房。咁大家会见到啦。咁依一个咧系我哋嘅毛坯胶楼，但系咧非常之光猛吓，冇开灯嘅情况之下，哇，已经好光猛。翻到屋企嘅话，首先咧开咗这个指纹门锁，左手边的话是属于我们厨房的位置，厨房是有窗给到大家的。 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和饭厅一体化一个传统的竖厅设计，但是呢哇 OK 的，你摆个75寸电视完全没问题，是飞机户型，两边都是有房间的。看看这一边先，嗱，102单位咧，洗手间就会 set 喺依一个位置啦。跟住依度咧系一个房嚟嘅，咁我哋需要做咧就系联络翻 Jessica 啦，跟住帮你咧叫装修师傅咧帮咗缝墙，咁佢系完整一个房嚟嘅。毕竟依度咧属于阳台部件，送一半面积俾到你嘅。咁依个方位咧朝翻我哋嘅东南向嘅，东南向即系朝早咧。你就會見到太陽升起身會好靚啦，咁望到咩呢，就係前面一個好開揚嘅城市景啦，同埋啲山景同埋天空景非常之靚嘅。咁我同大家講返先，因為呢度02啦，所以樓下呢啲呢就已經封曬頂，係屬於我哋一啲創意園區，就唔會嘈嘅。 OK， 所以呢我就特登揀一啲高樓層俾大家去做一個參考下。咁我睇下其他房先，嗱，呢個係其中一個房啦，跟住隔離呢又有一個房嘅包，呢個房呢亦都唔細嘅下。飘窗位有全镇送俾你咧，好光猛啦，又系一望无际一个城市景观，同埋一个山景，好舒服嘅。呢边相对嚟讲都会比较安静，即系你会听到关咗窗之后，除咗我把声就冇其他声噶啦。同埋最紧要咧，好光猛。咁啊，一般细单位其实咧要摸朝西，要摸朝西北啊咁样，即系啲方位唔算话特别靓，但系呢度系东南朝向嘅。OK， 嗱，我已经开咗呢个比较重的趟门给大家直接出来的了。出到来真的很凉爽的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回到来呢，我觉得温度低一点，还有硬是无论哪个方位都有风吹过来，很舒服的。这边是很正的一个山风，山风吹过来，哇，这边绿油油一片，跟住这里又是很望得很远的一个城市景观，都是山景，即是山围绕着你的一种感觉，跟住时不时有些山风吹过来，整个人就真的没那么燥底的，所以现在的山伏天真的很诡异。 OK， 那为什么跟大家介绍呢，因为现在发展商咧，哇，搞紧一啲优惠活动咧，即系嗰个首期低到飞起身啦。我不嬲同大家讲啦，系嘛，即使我哋两房，其实之前首期都要10多万，但系依家咧，你冇听错，10,000+首期就可以入手啦，哇，好夸张，10,000+首期。嗱，一套单位为例啦，22座啦，2602嘅，咁啊，建筑面积系70.8平方，系两房单位嚟嘅，佢原总价咧系692,283，跟住依家折后嘅话咧，只需要590,000就 OK 啦吓，600,000都唔使。咁我哋正常一啲50%嘅一个首期，即系你成一成嘅首期啦吓，只需要89,000 OK。89,000嘅一个首期，跟住如果我哋30年月供嘅话咧，只需要2200 ，OK， 2200咧就可以搞掂啦，非常之顺吓。咁我哋80,000+嘅首期咧，包含咗我哋所有订金啊、credit card 嗰啲嘢噶啦，所以咧简单而言，精装修现楼好靓嘅东南朝向望山景嘅华发官山水嘅两房单位，我哋总价只需要59,000，首期咧80,000+吓，月供2000出头就可以搞掂，系咪好顺咧？OK， 咁呢個咧係 Jessica 今日咧翻嚟同大家介紹嘅第一套單位嚇。咁咧我今日咧就唔驚辛苦嘅，我就分別咧兩房、三房、四房咧都有筍嘢益大家嚇。我都係精選咗一啲靚樓層啦，同埋景觀好正啦，同埋性價比好正嘅俾大家睇睇嘅。咁除咗呢一套咧係我哋兩房啦，係22座之外咧，咁啊 next one 咧就係我哋三房單位啦嚇。三房咧係揀咗一套18座嘅24樓俾大家作為參考嘅，我哋一齊睇睇 ，let's go。各位业主翻屋企啦，我依家身处嘅位置咧就系属于我哋18座嘅24楼03单位，咁呢一套咧系我哋95平方三房两厅两卫嘅，因为咧
都是兩部 lift 啦，34樓最高，因為咧佢好通風啊，所以咧我就壓住呢個門先，費事嘣嘣聲嚇親你哋。OK， 我哋要嚟睇睇先。嗱，依個咧都係無皮膠袋俾到大家噶嚇。翻到嚟呢度咧就係一個玄關嘅行個位置啦，跟住咧好舒服啦，朝翻南向嘅一個陽台，我哋睇下先。南向嗱，依個十八座其實冇乜貨噶啦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快啲聯絡我。OK。哇，咩景啦！嗱，超級無敵勁開揚嘅一個別墅景觀啦，跟住咧，哇，好遠處望到一個山景啦，跟住仲見到啲西江喎，冇錯，嗱，嗰一線咧，冇錯，嗰一線嗰個就係西江嚟嘅，跟住咧又望到一啲魚塘景觀啦，同埋咧平時咧嗱 ，Jessica 揸車過嚟接大家嘅一個必經嘅一個高速嚟嘅 ，OK， 出面咧就屬於我哋105國道啦，咁再出面嗰嚿咧屬於我哋嘅商業街啦，同埋首部嘅 ，OK， 所以咧。都望到曬，非常之開陽嚇，同埋咧依家啲太陽真係好靚，好舒服㗎。咁但係你靜啲落嚟嘅話，又 feel 到有啲風啊吹過嚟咧，都 OK 幾涼爽嘅喎嚇。咁呢個咧我哋三房，我哋睇下啲價格先。依個咧都係無坯膠樓嘅，咁但係咧都係好光猛，因為畢竟咧佢樓間佢之間比較闊啦。咁同埋咧就即係用料咧都好靚嘅嚇。依邊。房間三個房，依度其中一個房嚟嘅，咁其實朝向咧同我哋主露台係一樣，朝翻南向咧又望翻好開陽嘅城市景同埋一個別墅景嘅。咁我嘅左手邊咧屬於我哋一個洗手間嘅位置，呢個係公位嚟㗎嚇。咁呢個咧係屬於加一房，即係送一半面積俾到大家嘅房，跟住咧。哇！湖景啊，啦！哎呀，依個真係有驚喜。點解我影俾大家睇呢？因為我真係精選過啲 view 係正嘅，我先推介俾大家㗎，因為。看得我啲片嘅各位觀眾都有要求嘅人，咁我都係有要求嘅人嚟嘅。OK， 呢一邊咧就望到我哋嘅山景啦，望到別墅景啦，同埋咧望到半個湖景嘅喎。OK， 依個房咧啲 view 真係超正啦！你瞓喺依度，封咗個窗佢，哇！朝早起身瞓醒覺，天下係你嘅。OK， 主人房睇下先，依邊。咁佢係陶瓷嚟嘅，所以咧會有個洗手間啦。跟住依邊咧亦都係，哦，你睇成幅畫咁嘅樣啦。嗱，依個位置。依、這個衣櫃位置望入嚟已經係好靚噶啦，咁你朝早瞓醒覺，咁啊正常床頭位喺依度噶啦嚇，喺依度冇錯，哇勁靚山水畫 ，OK， 咁其實鏡頭前面好多觀眾咧就話，喂 Jessica， 點解咧你影啲片咧同埋咧實體樓咧睇落嚟咧會有些少唔同嘅咧？咁即係每個人嘅感受係唔同噶嘛，你肯定要約我嚇安排車你過嚟依度睇，跟住咧真實嘅感受先係最真實噶啦。但係咧基本上過嚟依度感受，我都會發現呢、這個景觀就 OK 嘅喎嚇，你唔係好浮誇喎，係真係啊望望聲喎，真係靚喎，成幅畫咁嘅樣嘅喎 ，OK， 咁依一個咧係屬於我哋十八座咧24樓03單位嘅，咁啊95平方啦，原總價99萬，依家咧折後咧好抵80萬，跟住咧我哋嘅首期只需要12萬就可以擁有啦，咁如果我哋30年月供嘅話，我睇下先，30年月供3000元啫，各位觀眾，嗱你冇聽錯。12萬首期，月供3000元，你可以擁有華發觀山水嘅3房兩次超靚景觀嘅單位 ，OK， 哇，超正，好開心啊！咁啊嗱，除咗依個3房嘅話咧，仲有一套咧想推介俾大家嘅，咁啊即係臨住上啦，係咪？咁我哋不嬲都知道觀山水依家都比較多選擇啦，兩房啦、三房啦，仲有4房，4房咧係屬於我哋南北對流雙露台嘅單位嘅，咁咧我揀咗一套咧就。入少少嚇，靠山邊啲嘅，但係啲景觀係超靚嘅單位嘅，又係20零樓嘅。嗱，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即刻去片谷。OK， 各位觀眾，説時遲那時快，我已經步行咧穿越咗我哋好靚好靚嘅樓下個花園啦，跟住咧嚟到咗我哋嘅7座。嗱，7座咧就係2部 lift 都係4房嘅嚇，跟住咧同大家介紹一個咧就係南北對流嘅4房單位。依家身處位置咧係29樓嘅，咁我左手邊入到嚟嘅話咧，首先會有一個細細啲嘅房間先，咁你可以作為一個雜物房啦、書房啦、娛樂室啊乜嘢都得嘅。咁但係依個房望出去咧，哇，都好舒服嘅一個山景咯，同埋別墅景好正嚇，就係感覺咧超舒服嘅。OK， 咁翻到嚟嘅話咧，依度咧就係做翻個月光鞋櫃位啦，跟住咧就係南北對流嘅，依邊係朝翻南向，依度朝翻我哋嘅北向嚇。咁一對流咧，一開窗咧，哇，啲風就哗哗聲噶啦。OK， 廚房。喺呢個位置，大家睇睇廚房嘅話，其實都幾大嘅。你做個雙門雪櫃完全係冇問題。跟住咧，朝翻北向依邊嘅話咧，就同大家睇睇先。其實真係好舒服，好安靜啊！翻到嚟嘅話咧，你係咪聽到就係啲蟬叫聲咧？冇錯，同埋啲雀仔聲咧，
同埋我把聲咧，咁就冇聲噶啦。OK， 跟住咧依度咧藍藍的天空啦，跟住好靚嘅一個山景啦，跟住樓下咧仲望到少少嘅一個佢屬於一個細型嘅水庫景咁嘅樣啦嚇。OK， 咁其他就冇乜噶啦，基本上就再睇翻依邊，依度係接翻我哋南向嘅。南向嘅話咧，啲景又係好靚嘅喎。講真一句，我覺得真係好舒服咯。嗱，又係一個之前早期一個紫藤苑嘅即係半山別墅啲山景啦，別墅景啦，同埋哇好靚嘅，因為依下九樓咧望得非常之遠，但係咧你唔係望咗出面嗰啲城市景觀，其實相對嚟講係比較舒適一個山景，依度係靠山少少，所以咧你見到成即隻眼啊！即係我記得數咧，細細個讀書嗰時咧，老師就成日叫我哋多啲望下啲綠色嘅植物啦，對隻眼好好噶咁樣。咁我嚟到呢度咧，我就覺得係喎，即係成個感覺好舒服噶喎嚇。咁啊，望翻啲綠色嘅嘢咧，隻眼咧就舒服啲嘅，真係。OK， 睇啲房先。入到嚟咧係首先一個細細地嘅房啦，跟住翻到屋企嘅話咧，呢度咧會有個洗手間嚇，呢個係公衞設計。咁我嘅右手邊咧，亦都係照翻南向啦，別墅景同埋一個山景好正嘅一個房間。咁其實所有房咧都會比較大，標準位係全贈送俾到你。咁呢度咧亦都係實體樓嚟㗎啦嚇。咁你見到呢啲嘢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。OK， 房呢邊。咁啊，依個牆咧，嗱，巡禮都係 book 咗佢啦，咁啊，正常一個房嘅。其實依個房咧，我真係覺得好正啊！即係你無論喺邊度咧，望翻出去咧，都係哇，好舒服嘅山景嚇。因為中山咧本身咧就係屬於五桂山山脈啊，依一帶咁啊，都係一個國家重點保護一啲山脈地帶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咁啊，即係嗰啲養離子係特別多，富養離子都特別多。依度係主人房，係陶瓷嚟嘅。咁依度咧係屬於我哋嘅洗手間啦。跟住依個房咧超大，你完全咧可以做個衣帽間，跟住 king size 嘅牀啦。跟住咧有啊，朝早瞓醒覺你睇湖景啦，係咪？嗱，仲望到啲湖景添。又平過隔離嗰個九座好多嘅，係咪？咁啊，性價比非常之高，所以咧，我點解揀依一套俾大家呢？因為依度咧對流，跟住咧比較舒適，比較安靜。OK， 跟住咧又係有山景啦，又有啲湖景啦，又有別墅景啦，跟住咧又有啲水庫景咁嘅樣咯。所以依一套咧都幾唔錯嘅嚇。重點係咩呢？價錢抵啊 ！OK， 嗱，依個咧係我哋七座29樓嘅單位04啦。咁佢原總價咧係我哋嘅960,000嘅。OK。依家折後只需要83,000啦，15% 嘅首付咧，只需要124,900就可以擁有噶啦喎。咁如果我哋30年月供咧，只需要3,100月供，非常之抵嚇。華發觀山水現樓嚇，跟住咧就係南北對流嘅四房單位嚇，啲 view 係好正嘅，每個房望出嚟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OK， 嗱，今集潮文翻嚟咧就係同大家 share 翻依個即低首期方案啦嚇，兩房咧就80,000+就可以搞掂，跟住咧三房四房咧都係100,000出頭咧就可以搞掂，剩話啦，剩低啲錢咧冚唪唥問銀行借錢，同埋咧依家銀行利息又平咗啦，又平咗啦。嗱，早前咧就係3.35，依家咧3.25，你唔好 care 个0.1，但系佢就系平咗吓，个心就好锯，好开心，所以咧即系吓各方面嘅一个优惠嘅政策咧都好支持大家翻嚟买楼嘅。OK， 咁如果中意我条片嘅，数点翻 like 同 subscribe 翻嚟 channel 啦，有兴趣睇楼联络翻 Jessica 免费专车接送，我哋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嗱，少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给 like 和 share 出去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楼盘资料，欢迎通过以下的方式联络我们。